一起作业啊！哎呀，快点，快点！回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这是什么话？我来帮阿姨干点活。快来！谁让你来干活了？你来干活算怎么回事？这还干什么呀？人家姑娘在这干了一天活了，你还挑眼？ 就是，别以为你是老大啊，想怎么着就怎么着。以后我的事你少掺和，那凭什么我的事你就能掺和呀？我是你大哥，我怎么就亏了10万喽？哎，姐，别理他，坐坐，大哥你不厚道啊，就得留嫂子，别理他，快坐，快坐，来，坐坐坐坐，吃饭喽。哎呀，真不错啊！哎，三，给你，给大哥。哎呦呦呦，这还快洗手去啊！来，坐这儿来，大哥。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要请你啊！哎，你看你这人。 干什么呀？这一桌子丰盛菜，还让不让我吃啊？快来，来让嫂子坐着。阿姨，你尝尝味道怎么样？哎，老二老三吃啊，好吃就多吃点，不好吃少吃点。来，哎，不用管我们，你自己多吃。来，哎，对，你辛苦了，来来来，你自己来，你辛苦了。哎呀，大哥，谢谢老二。老二，学校饭好吃吗？ 没准儿时好时坏，那行，以后不好吃的时候告我一声，我做好吃的给你送过去。哎，行，这海带吃啊！你别给我夹菜，我不爱吃海带。你不最爱吃海带了吗？你给我闭嘴，吃你的饭。行了。 我自己来。那胡燕，你也太酸了吧你！想把生米煮成熟饭，你还差火候。真没想到你这么阴险毒辣，却拿我家里人开刀，跟我玩迂回战术，打持久战，农村包围城市。我告诉你，门儿都没有。 本来我心里还挺不是滋味的，让你这么一做，好，我心里反而舒服了。你不仁，也别怪我不义。姓刘的，我告诉你，从今往后我们一刀两断，我跟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。骂够了没有？你骂够了没有？我自私对吧？我不仁不义对吧？你把所有私用到我身上，你高兴了吧？啊？我是谁？ 我是贱，我怎么就那么贱呢？徐主任，我告诉你，我尽我业余干就是干。瞧你那点出息！ 闺女，你别赖我多嘴啊！我有一句话呢，你爱听我也得说，不爱听我也得说。你跟许家老二这个事儿吧，你要有个心理准备啊！就算是我跟你妈我们同意，就冲这个赵淑兰、许志海，这事儿也成不了。爸，你怎么又说这事儿啊？本来人家去跳舞挺高兴的。 那你这么一说，一点心情都没了。得，算我多嘴。我不能再喝了。没事儿，最后一杯啊，最后一杯。我跟你说啊，我还从来没像今天跳得这么开心过。啊，够了。你怎么了？ 是不是刚才我说错什么话了？啊，不是，跟你没关系。那这杯酒我替你喝了。要不然我们回家吧？再坐会儿吧。你不是说你明天你休息吗？ 不瞒你说啊，我父母去年也给我介绍过一个，没有共同语言，见了两面就吹了。怎么突然跟我说起这个了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喝点酒就想起什么说什么，你别见怪。没事儿，时间太晚了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回家吧。那好吧。 我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自己走吧，谢谢啊。哎，小月，鱼，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这么晚了，你一人走不放心，多不安全。那麻烦你了。你看你说的。嗯。好了，坐稳了啊。嗯。 老二，嗯，你说你大哥跟洪亚不会有什么事儿吧？我怎么看你大哥一脸的不高兴啊？哎妈，别瞎琢磨了，我哥肯定是嫌洪燕姐来咱们家没跟他说，没别的。大哥这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。哎，你说人多好的人，妈是不是又漂亮又勤快？你说打着灯都找不着，没错，打着探照灯都找不着。你说我大哥平时挺蔫一人哈，哎。 偏偏有人喜欢吃蔫黄瓜，软柿子。你们俩怎么说你大哥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大哥可是绵里藏针的人，别看平时不吭不哈的，到时候可就扎人了。没错，他刚才就是把我未来的嫂子深深刺痛了。哎呀，也是，这事儿啊，说实话，红艳也有点他的问题，他不该瞒着你大哥。嗨，现在不都讲浪漫吗？ 人家没准想给咱们家一惊喜呢，谁知道我大哥他是一老古板呀。其实，哎妈，我觉得红艳，我是真觉得红艳姐做饭挺好吃的，就我都以后不太想吃您做的饭了。嫌弃你妈了是不是？不是不是，我就是想让红艳姐多过来几回，是吧，二哥？那不是嫌弃啊，不一样。哎。 红艳这闺女还真是不错，就看你大哥有没有这福了。妈，我得赶紧回学校了啊！一会儿晚了，学校该关门了。你赶快去吧，别回没车了。大龙，谢谢啊，我到了。跟我你还客气。再见啊。哎，小月。嗯。你等等。我记得上次你跟我说你喜欢尼采跟他的著作。嗯，我看过一篇他的传记，我特别喜欢他。 可是学校图书馆又找不到他的书，给你什么呀？自己看。查拉斯图拉如是说，哎，你怎么有这本书啊？我托北京一个亲戚买的。你在北京还有亲戚呢？啊，出版社工作，买书比较容易。哦，谢谢啊。哎，多少钱？哎，干嘛？你要把钱掏出来跟你急啊？别臭美，借你看的。我也喜欢尼采，看完你还得还我呢。啊。 好，那一言为定啊！一言为定，谢谢。以后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我说。哎，志阳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还想问你呢。哎，志阳，飞月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我先回去了。 很好，志阳，你的无尽物很有创意。学校准备拿去参加大学生艺术展，你要努力啊！啊，哥们儿，够牛的！这次南方写生啊，咱俩注意房间啊，没事帮我改改画。我不想去，不去。 为什么呀？去的话要200-300块钱呢，这可不是小数。你要不去，我自己在那3个月多无聊啊！要不然，哥们儿帮你想办法。哎，不用，我自己想办法吧。啊，那到时候再说啊。 你叫我名字你不理我呀？我为什么要理你啊？你们不是聊得挺热乎的吗？就别打扰你们了。志阳，志阳，哎呦，志阳，你听我说呀，志阳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我想什么了我？你想什么你自己心里知道。 哎呀，我们真的只是去跳舞。再说那么晚了，你不让他送我回来，难道让我自己走回来啊？恐怕没那么简单吧？你们不都一言为定了吗？再跳2天，是不是就得海誓山盟了？你胡说什么呀？看来某些人是吃醋啦。吃醋？我吃饺子从来不沾醋。志阳，我们真的只是去跳舞了。再说你心里知道。 除了你，我谁都看不上。哎，这样，过2天有一个特殊的日子，别忘了。什么呀？我生日啊！哎呀，幸亏你提醒了一下。哎呀，讨厌！我就知道你忘了。跟你开玩笑呢。你仔细想想，你哪次生日我忘过？那倒也是。哎呦，这才像个居家过日子的样子。沈科长啊，你别寒碜我了。哎呀，以后啊，别这个科长科长的叫了。我呀，退了。退了？啊？什么时候退了呀？刚退。这不，来看看你。哎呦，我有什么好看的？还不是老样子。你呀，我看现在你这个精神头，跟在厂子那会儿啊，一点都没变。怎么样？ 还想不想再出去工作啊？怎么不想啊？那没人用了。哎呀，怎么会没人用呢？会计这个活儿啊，是越老越值钱。明说吧，现在啊，有个街道厂正好缺个会计，想不想去？想啊，当然想了。那人家能用吗？能用，肯定能用。这个厂长啊，就是我那个一个老熟人。 我跟他一说，他准答应。哎呦，那可太谢谢你了，太好了。哎呀，哎，对了，还忘了告诉你件大喜事儿，这个志海呀，要当车间主任了。真的？他怎么一点分都没漏啊？那你出馊主意！原来他只是觉得我缠着他，现在倒好，说我跟他打持久战。 说我阴损，这个爱钱刀的许志海，这么说不等于骂我了吗？哎姐，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是不是铁了心的要嫁给姓许的？哎，得，我知道了，这秤砣算是吃进你心里去了。不过也难怪，这姓许的自从负了工伤之后，真是因祸得福了。哎，今天厂长把他给找去了，我估计他当车间主任的事儿八成是定下来了。 又去打水啊！你这两桶水还没完了。不是打水，那有什么事赶快说。不想在这说。那你就别说。你要退学？这是真的？我反正是念不下去了。你要是逼我，我就去跳楼。你这是想气死我呀你！啊！ 你看看哪个正经孩子能去退学呀？我跟他们不一样，我有我自己的志向。你有什么志向？你还志向呢？都退学了，还有什么志向？我要去赚钱，我不想看到你一天到晚就糊这些破纸和一天到晚的糊，我自己看了我心里也难受。我二哥上学他也要钱，干什么把这个日子过成这样，苦苦巴巴的让人家看不起？我就要赚钱，我要养活你，我让你过好日子。 三儿啊，你的心思妈明白，可是这个事儿妈可不能依你啊！你爸要是活着也不能依你。咱们家就你们哥仨，你大哥现在在工厂当工人，还挺受重视；你二哥呢，如了你爸的心思，学画画，也进了美术学院。现在呢，妈就担心了你。你说你现在要退学，我怎么向你爸交代呀？接着念，反正还有一年。可是您就是别逼我去当兵。三儿，咱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中学念完，妈就知足了。笨的又突出针了，哎呦，这加针减针也太麻烦了，累死了！哎呦，累死了！还是织围脖比较简单，你看我自己的围脖织的多漂亮。以后就给妈织围脖吧。行。哎，我问你，那天你跟大龙俩人去跳舞，喝酒了？嗯，喝点葡萄酒。在哪喝的？从跳舞的地方出来，大龙说要去酒吧。 我也不好意思推辞，所以就去了。他没对你动手动脚吧？妈，看你把人想成什么样了。不过大龙啊，我看他还挺好的。哎，以后跟男孩出去不能随便喝酒啊。知道了。哎呀，不跟你说了，妈，你吃吧，我困了啊。哎，明天你过生日，在家吃啊，还出去吃啊？在家吃吧，我要吃你做的打卤面。知道啦。洗脸去啊。 明天小鱼过生日，哎，把大龙叫过来，干脆把关系挑明得了。这合适？那什么合适不合适的呀？你没听刚才小雨说吗？说大龙人好，我看这事儿8、9不离十。他说人好，他又没说要跟他好。你怎么不懂啊？哎，那天我偶然看见小雨在那翻书，我趁他不注意，我一看啊，一翻，是一外国人写的。嘿，那个前面那页上有个签名大龙的，还有写了一首诗。我看这诗就是把他那意思全都向他说出来。 啊，这么快就好上了？小雨，这张贺卡简陋了点儿，可是我想说的话都写在上面了。生日快乐！ 谢谢，一点都不简陋，只要你送我的，我都喜欢。这孩子真是不懂事儿，都给他过生日来了，他放口上，他就是上哪儿去了？饿了吧，大龙？啊，不饿，没事的。可能小雨从学校出来就晚了，再等会儿。要不喝点饮料？喝水就行了。叔叔，你怎么了？唉声叹气的。别提了，最近是有点烦，你知道吧？ 在单位老有人给我穿小鞋，回到家吧，对门还找茬呢。叔叔，哎，我跟您说句大话，嗯，如果小玉真能和我在一起的话，我保证那样不会再受罪了。到时候我跟我爸打个招呼，给您分套单人房，那样好好的享享清福。好是好，哎，大龙，我跟你说。 你的意思吧，我们特高兴，但是实际我们这岁数都大了，你知道吧？无所谓，关键的是只要你们在一起能够幸福，我们就心满意足了，是不是？是，您岁数可不大。你别摔了。先进去吧，你先进去吧。那我走了啊！哎，我已经忘不了，放心吧。玉，你怎么回事啊？你这都等你这菜都凉了。来了，你过生日来了。哦，谢谢啊。没事。饿了吧？对。哎，你先坐，你先坐，你坐下。来，倒酒。别管我，倒酒。来，您别客气，您别客气。快点啊，小玉。坐那儿吧。哎，你也坐。我来吧。坐。大龙都饿坏了吧？没事，没事。你也赶紧吃吧。嗯。 啊，要我看呀，老三的事儿您不用太担心了。人和人不一样，有的人天生就不爱念书，可干别的哪样都不差。那中学没上完的不是大有人在吗？也不都是坏孩子。道理是这个道理，可是谁愿意家里自己乱七八糟的呀？就说咱们家吧，你们哥三个，哪个人不是一摊子事儿啊？我哪个事儿不着急呀？您说您不是瞎着急吗？ 我瞎着急，就说你，你不爱听我也得说。你刚上楼，那边小玉就跟上来了。哎呦，你看，你想那么多干嘛呀？我没遇上他，不要提这事儿。好好，不提不提，搁着。 许志江，哦，你是许志江同学的家长啊？我是他妈啊，是这样。这名同学呢，平时经常旷课，而且经常是打架斗殴啊，严重的违反了学校的制度。为了严肃校纪，学校决定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。这是退学通知书。 老师，不是，那没有余地了。你先带着孩子回去吧，啊。早就有预感，每天啊，你背着书包往学校一走，我这心就开始提着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。学校来人找来啦，别人的家长来找来啦，指不定什么事儿。行了，现在好了，什么事儿都没了，这一块石头落了地了。 你管它是落在平地上，还是落在烂泥塘里呢？这两我想起你小的时候，那时候文化大革命，造反派抄家斗你爸的。有一天，造反派的头头又来了，你上去就给了他一口，结果呢，你挨了一顿打，把我们给吓的。三儿，你甭担心，妈今天不骂你，骂也没用。 过去呀、是妈逼着你想通，你想不通。今天呢，妈想通。一个人啊，有一个人的路，你走这条路，他走那条路。但有一条，妈还得啰嗦两句。不管走什么路，都得走正路。 你要做生意，妈不拦着你了。你大了，妈老了，妈总有拦不住你的那一天。行了，甭哭了，哭也没有用。你爸走的时候啊。 我有一天就塌下来了，这日子不还得过吗？什么事儿都过得去，你就记住了，把腰挺起来。天哪，塌不下来！倒霉呀！你说，喝凉水都塞牙缝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校办厂正式停产了。停产了？啊。那怎么办呢？什么怎么办呢？还会后勤呗。当天和尚撞天钟，这回啊，一点活钱都没有。哦，来了。 哎呦呦呵！你瞧这，你怎么还拿那么多东西？我今天是专程给二老道歉。来坐坐坐，快坐快坐！哎，你真是来喝茶。哎呀，你瞧瞧你，拿那么多。哎，叔叔，那天我一看小雨走，我有点着急，跟您发火。 实在对不起。哎呀，看你说的，不在我头上，没什么，这是。大佬，这事儿不赖你，过去就过去了啊。叔叔，我看出来了，小玉是个好女孩，难得您看得起我。我想好了，只要小玉一天不结婚，我就追求她一天，我这辈子非小玉不娶了。大龙，我跟你说，这事儿这事儿吧，我挺内疚的。不过呢，我跟你阿姨吧，我没有我们的难处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小鱼跟咱们许家老二，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。当然了，这个许家对我们，你说他是有很深的成见的，你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说，我就不相信小玉要到他们家能够幸福。那他们许家对这是什么态度啊？ 他们当然更不同意了，为这事儿我还挨过他们打呢，啊？那这也太过分了。就是啊，不过我不跟他们一般计较，我就担心这小玉啊，这孩子哪儿都好，就是这脾气太倔了，我怕他万一走错了路，后悔就晚了。叔叔，您要这么说，我就全明白了。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给小玉幸福的。小月，那天的事儿我也挺生气的。叔叔这么做，既伤害了你，也伤害了我。我并不知道你有男朋友。大龙，我知道，这件事都怪我爸。我那天生气也不是冲你，你别介意啊。咱们以后还是好朋友。小月，我想说的是，我并不怪叔叔，反而我还感激他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们两个也不能走这么近。这些天我试着把你忘了，但是我忘不了，真的，我忘不了你。现在我满脑子都是你，满脑子都是我们跳舞的时候。大龙，你别说了，我们是不可能的。我知道，你有许志阳，你爱他，他也爱你。虽然家里都不同意，你们还是愿意在一起，我羡慕你们。每个人都有追求自由的权利。尼采说过，上帝已经死了，我们都是自己的上帝。也许我说这些话挺可笑的，也挺可悲的，但我不可耻，也不需要你可怜我。孟小月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正式追求你。我说完了，再见。哎，你等。哎，介绍一下，我叫孙大龙，杨小玉的男朋友。听说你也是杨小玉的男朋友，不过这事儿你们两家人都不同意是吧？那你还起什么哄啊？干脆退出算了。真是什么人都有啊！让我退出，你也不怕闪了舌头？闪不闪舌头的用不着你操心，你有什么资格追求杨小玉啊？还嫁给你，亏你想得出来。出事了？没出什么事儿，没出什么事儿，您的脸上都写着呢。到底怎么了？快说。学校安排去南方写生，不过吃的、住的还有路费都得自己出。哎呀，那多少钱啊？老实说，大概也得300多块钱呢。那不能不去啊？原则上都得去，毕竟也是上课。不过不去也行，你要不算了，我不去了。既然是正经上课，该去还得去。可是得300多块钱呢。哎，300就300吧，我想办法去。您想什么办法呢？哎呀，这你甭管了，暖瓶里没水了，你做壶水啊。我出去。你干嘛去？哎呀，史科长找我，说给我介绍个工作。介绍什么工作？还不是老本行，会计。徐志海，下班上我家一趟，有话跟你说。说不去就不去。真的。徐志海，实话跟你说。现在外边啊都在传我跟你的事儿，你要是不去的话，我就跟他们说你对我动手动脚，不尊重女同志。反正我已经这样了，没什么好怕的，什么样的后果自己考虑清楚。你敢？你看我敢不敢？你忽悠！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，我不渴。你要没什么事儿，那我就走了。我怀孕了。